回来了，那个王母。放心吧，已经解决了。哥，你这个时候回来没事吗？群英镜的人可在到处找你呢。那我也得给我弟弟过生日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蛋糕可是我专门在网红店里买的，排了好久的队呢。噔噔，生日快乐！嘿嘿，怎么样，哥？你看，雪亮，虽然你对老妈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老妈她真的非常的爱你。她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让我好好的保护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下午的时候夏琳姐姐帮我教训了一帮群英店的人，他们被惹急了，估计很快就会回来。你最好是赶快离开，不然被他们看见就糟了。好，那你要好好看家，哥就先走了。嗯，放心吧，罗刹姐有我呢。有什么事找你夏琳姐姐。嗯，走了。蛋糕吃不完记得放冰箱里啊，这边鱼缸的水该换了啊。知道了。